练习桩功一旦有气感，人是会上瘾的。为啥来呢？因为你的手会发热发麻，而且到冬天的手也热乎。如果您现在一次性站桩能达到20分钟，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种中等水平了。但是如果这20分钟之内你手不热，一点气感都没有，你这桩呀，白练白忙活。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直接就能把你的手给你练热，然后你整个站桩气感非常强。练习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每次去站混元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去做一件事儿，双手去交叉，然后相互去撞击，速度呢可以快可以慢，撞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您感觉这手指之间呀发热，这样的话是每一根手指它就打通了，这样去站桩，你手很容易就会发热，手上的气感也就来了。如果你已经达到了20分钟站桩的水平，20分钟你的手都是这样热乎的，那么我相信你突破瓶颈上40分钟没有一点问题。赶紧关注我吧，把站桩咱们一起给他学会。